三。好，我想有请第二组嘉宾。哇 ！Hello。前咧，其實你都一路都支持咧荃灣區嘅活動嘅，咁唔係最近都好忙咧。係啊，因為都周圍去唔同嘅地方拍劇、拍電影咁樣。係，但係咧今日都係唱歌喎。係。我想問下你中意唱歌啊，定係中意拍劇先？好多人都成日問我呢問題。係。我好貪心嘅，兩樣都中意。但係咧，我覺得今日咁特別嘅地方係你唔單止唱歌，你今日咧仲帶嚟一啲係你自己作嘅歌，介紹下先啦。因為喺我啱啱上年啦，新年我哋係上年嘅時候加盟咗新公司啦。咁加盟咗新公司咧，有啲新搞作就係我自己好中意音樂啦。咁啊的起心肝就寫歌嘅。咁啊寫咗兩首我自己創作歌曲啦，兩首都係一啲比較男人嘅歌，我認為係，因為係好想用沈振軒我而家呢一個嘅年齡層啦，可能講一啲。我唔好意思問你咩年齡層。30多歲嘅一啲男士嘅對一啲即係男人應該嘅睇法係點樣嘅歌咯？你覺得男人應該啲咩睇法咧？男人即係譬如好多時候男人譬如驚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唔會講出嚟，我哋都係死人。咁啊，同埋由細到大，我阿 爸都係教我做唔好講咁多嘢，做俾人睇嘅。咁喺我隻歌裏邊打不死啦，打不死係啦，裏邊都有講出呢一個嘅心聲嘅。係咁，另外一首歌咧。另一首歌叫做《我真的很好》，啊，聽過咧，係一首講初戀嘅歌曲嚟，係一個我自己嘅少少嘅真故事啦，擺咗落去，咁啊一首國語歌嚟。好，咁呢時候就交俾沈振軒啦，俾掌聲佢。OK， 我真係好耐冇見大家。我知道之前TVB 有播一部劇叫做《正在友情》，大家會睇啊？有。是什么是啦阿 Sir 来的。天生我的本激过不强一生创疤挥之不走那些坏蛋的印象擂台上搏击红黑的恶相有几多观众发现内里几多重伤终于跌低第十场败仗完全被击败面上亦肿胀咬着牙拳头仍然未放松不退让凭地立下获得安慰奖再同我都顶上男人不可跌下我背起任何代价男人不讲废话不够打亦能挨打吸重机还是有一点痛吧全凭你我未会倒下男人不可说话用沉默缓和害怕男人不可对下吸沉默得你知，其实我双手要为谁挡架？我叫做打不死，你信任吗？数根太多掩饰心中那些坏蛋的印象如何地划开心肝给你看要掩饰心里软弱但我不想说多挑剔再多外貌仍硬朗擂台上总是为现实反抗你在唱拳头何妨负重多几百磅连最大压力都给你挡我要拼死抵抗男人不可跌下我背起任何代价男人不讲废话不够打亦能挨打吸重机还是有一点痛吧全凭你我未会倒下男人不可说
说话用沉默缓和害怕，男人不可脆弱，愿承受别人拳打。得你知，其实我双手要为谁挡家，哪怕被困那堆去满败瓦，就算打我骂我都企硬，你怕倒下，跌下了再向上爬。男人不可说话用沉默缓和害怕，来出手打我吧，一记起有从头打。一对手其实也很想放下，然而你我是放不下。男人即使脆弱，在台上硬桥硬马，宁愿输得漂亮，在台下做场神话。得你知，挨下去只因我为谁牵挂，我叫做打不死，你信任吗？似个坏蛋都可爱我，别怕。啊，我试唱歌都要哈咯。系啦，啱啱呢首歌叫《打不死》，系我第一首自己写嘅歌啦。咁写咗一首系讲即系喺歌词里面讲啦，男人唔应该点，男人应该点样啦。咁大家知道我做戏啦，睇过我好多个剧集啦。因为大家亦都知道，其实我系中意唱歌噶嘛。咁我第一首嘅歌曲，大家知唔知叫咩名咧？我嘅 fans 知唔知咧？一定知啦，系咪？叫咩名话？冇錯啦，就係叫《講多變真》嘅，送俾大家。哇！我愛你至死，蓋過天與地，突然一身照料你誇張喘氣。你说到会飞，终于我失利，从头逐句地记起，看清楚这个戏。希烈大跌至顶峰，划过雪地留一吻，为这伤感力最长不分，除非讲多变真，明知不可信任。其实你没有信有凭什么敢信心，而起码装到失真，或装不出真切感想爱留问，非我别悼念曾经分。没个伴来什么假信心，如果
走的。